黄佳丽，你说我字跟找字相似吗？很相似。嗯，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找字有显变，有提手旁。嗯，找字的前边有一个提手旁。那我字呢？但是我这样写。嗯，对。天之才，你知道喜欢的欢怎么写吗？有一个右字旁和线字旁。千字旁。千字旁。对。嗯，天之明呢？你知道铅笔的笔怎么写吗？有一个竹字头。嗯。和一个毛字，毛字，对，啊，对。撇，撇，撇，嗯，嘿。